老师，资讯老师说至少一分钟吧。这张地图罗莎还行，但我觉得我编个。我的妈，爸咋？罗莎果然没分。哎呀，你抢到我不是危险。啊，不对啊，我们都录影了，那就录都录了，那自然。你就挑精华剪了。也对啦，反正我还可以再剪，没差啦。反正我就录个一个小时之类的。我录都录影了，那我自然而然的就要挑刺绣的嘛。你可以挑一些最有可能的片段，然后加个些梗图。也对啦，好笑嘛。我觉得我带一鸣接好了，不然等下被米可追到。欸，我发现一个啊、哦，我想说，我发现一个很智障的事情，就是我想说，那个荧幕录影的时候呢，我没有办法按叉叉，超难按的，就是选配件选配件装置不是有叉叉可以按？要退出来的时候有叉叉，我按不到，我按不到那个叉叉，万一，你看他们最后一只出什么本土？本呢？刚没看。哎、欸，点点点。你看这段就可以剪。剪上去了，剪上去了。啊，被推了。哎、欸，25D， 哎，哎鸟尾的，卡了一下，你还行吗？哇，不是，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对我还有资料，对吼，还有。还可以加个我可以故意出个幕后花絮。哎，就是。没事啊，不会啊。米可飞了。他下来。哎，那不能带星哎。什么？不能带星。感觉好简单啊，为什么？难道是我开的？是我错觉吗？还是真的变简单了、啊？神话感觉有点废耶、欸。对，错觉吗？啊！我操！奔城在你那吗？哎呀，在你那。哎、欸、呦，哎呦，很会哦，很会哦，奔腾那个反应，我那个是完美接机，扯了扯了，厉害那个反应。哎、欸，死了！哎、欸，那个他补血补好多哦，好扯哦。他补血补那么多的吗？但我总觉得我剪一剪，我会不会直接跟？我在想什么？
好傻啊！不喷漆了，那挺赞的。哎呦！哎呦，好恐怖！哎呦，你喷还是我喷？你喷好了。你要主张我不会出，还是我让这不出、啊？哇，我们要猜耶、欸！我觉得那里不会出，那我变这个。你要赌吗？你要确定的、欸，没赌到就输了你。赌啊赌啊赌！赌啊！拜托了。水水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花球吗？你要他直接选鸭。哎呀，你要谁？先看一下好了。不对啊，你麦克斯。好嘞。好可惜哦，没有那个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按叉叉、啊，不是啊。叉叉。哎、欸，好智能哦，还给我冲突到了。录影跟叉叉冲突到是怎样？但仔细想想，按杰洛很恐怖哎、欸，叫应该在跳，毕竟不在跳，一样抓他还是哇被炸掉。那个艾迪加不会玩，哇、哦、对、哦，很聪明哎，带盾，但是还是。Yes.队友很冲哦，死了，那我没事哦。不是啊，鸭不是很好秀吗？怎么队友都秀不起来？哎、欸，可恶！我要阴人呢、欸，我要打阴险的。然后就没有办法打很阴险，好可惜啊！反正我有一个很绝的东西啊，我可以直接把那个 啊不对，我应该跟你交换，因为我要放阴险。哇，他直接硬贴，好凶哦！等一下，二十哦，哎呦，硬换，好像可以，很赚，直接血赚，完蛋，我也死。哎，没有，他居然不狙，他居然不提早狙。我杀的配置。哎呦，他杀掉哦，他杀掉是艾德哦。等等，那我会死。哎呦，28滴，哎。秀哎、欸，很秀的，哎，还有几个很秀的，还有队友也很秀，这个，好像打有点太狠，哎、欸，无敌呀、啊！完蛋了！等一下，开始了，87，不要送。哇，你跑得要啊？不是啊，队友，队友那前面秀了，后面送了，直接玩输了，玩过头了啦。
八七，八七八八发明家。我的天哪！啊，应该慢慢再放算了。两个子弹怎么可能不死啊？两个。哇哩哩！哇哟！哎呦，那个减伤减的很减哦。啊！我死了！啊，没有艾德加也死了，没差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奇怪！哇，对哦，回不来，好可惜。再继续走位啊！等一下，他跳舞，乖的。爆位嘛，爆敌人的位置，我现在看不到，我打算隐形过去。哎呦！哼，对啊、哦，这个嘲讽。哎呦！那确实在出手。又要回去了吗？好奇我手机能拍多久？成龙大战家具。是不是要变赖罗啊？还是要变你啊？不对啊，赖罗呢？赖罗还活着哎、欸。都按艾罗欸，我们这局一定要秀起来，这局不秀起来会输。我们要选能百分百让我们赢的。成龙大战家具。啊，为什么我们不是微选呢、啊？我们微选的话，我可以选择氪，哎，这氪不了哎、欸，这要怎么氪、啊？别让他们送礼。我睡，断得好，断得好。当土吧。这样子我会放烂。要变慢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往慢点。也对，来不及，很早就点下去了。他们该不会有放那里吧？哇！那我不知道你要选谁。哇，那么你想说要秀就秀到底是不是？很拼哎、欸！无法清洗的。这应该前后洗都可以吧？哎，我觉得有希望，我觉得有希望。贝尔出现就有希望，你知道吗？干！啊！啊！我修不起来了啊！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那一只在、欸，那一只我要怎么打？不行啊，霸主被打烂了，一定会被打烂。只要威选个好的，就会被打烂。我目前只想到最平均的就是这个，全刺客，这个不太妙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不太妙。艾德加一定是带冲人嘛，他不带护盾，啊就那就靠队友啦，那就队友有。队友蚊子狙到就赢了，没狙到就是我们输了。哇，他一克爆，他有那个爆裂行者。我操！
队友很准，队友是准的，那很幸福。可惜没过到，他也可能跳过。哇，在里面，对啊。不是我船上，我船过去，你会强制下车哎、欸！荒野乱斗抓到 bug 了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你会被强制下车，因为 Gary 不能传送其他人，在第一次传送的时候，我被赶下车了。对，你被赶下车了！天哪、欸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被赶下车的情况、欸。我只有看到自主下车，我没有看过被赶下车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看到赶下车，哇，确诊，哇，确诊，要不要冲啊？没有，队友有配，他而且他还超准，不知道什么，被翻译，他死，我跟他拼了，哇，哦哇哦，这局根本就是队友在秀。他反应力会慢半拍。我发现被很喜欢住。队友会慢半拍，饭冲过来，他还不马上跳，他是慢半拍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他慢半拍了，因为他脚步慢半拍的话，他会被那个。发现。饭会死。哇！换一只，队友中一个。睡。哎呦，又是。哦，最后中了，是。伪中可以。哇，伪中有吗？哎、欸，伪中有哎、欸，哦，为什么有中、欸？干，好屌啊！哇哟，队友很会，他是不是装完？我靠！我没想到会这样坑到你。该跳吗？干嘛？哇！我要死！你应该就可以抓死。我帮你定型。好轻松哦，这一局。这一局我想说被打烂呢。直接对我在 kill， 这局队友超屌的啦，基本上全部都他杀的，然后自己失误自己补上，难得要这么好的队友，超好的，他自己失误还自己补上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，自己的失误自己弥补，我的天哪，而且很完美的，我觉得这样图一出。我想要变这个。我看我自从知道有，我自从看到有人玩这个玩得很屌后，我就不想看到有人选这个。啊，我也选，我等你们。我扛，加油！
就还在犹豫是不是？我录影不知不觉录了20分钟，哎，那个20分钟，车间科尔特。啊，这是很好吃的，很好冲耶！算了，不闹。这是本特。你知道为什么他想要叫我选科尔特吗？他叫我破墙。那好像是破墙好。我看得出来啊，他一定是叫我破墙。不是，真的有，真的会挡到。哦，等一下，完蛋。我左手那个，哦，血，好痛，哦，哦哇，哦，我的血，我骨，左手骨头好痛，应该没事，反正我一看传奇，我但我现在看到传奇，我就觉得还好，我走中间了，不行，中间没有了。这样开了，不行，我操！我直接开烂。根本走不了位啊！这张地图，这张地图要怎么走位？这张地图只能硬打吧。你也在抽你？哇！我操！我操！哎、欸，关我屁事哦！我不知道啊、哦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、哦。我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扯，你知道吗？靠队友被炸死！完蛋，这局！选科尔特感觉只能直接对右路，不能把你们开左边了。对，我看到传奇，两个传奇，两传，我直接开右路好了，直接让他不能跑。哇操！不是他。哇，不是啊，他第一次跟我屁事啊！我靠 ！Get it！ 那我觉得队友真的很没用，他连一个英利人都打不赢。我操！没办法，打不到。不是啊，那个奈罗没崩掉，真的太扯了、啊。奈罗根本打不死啊！就有奔谁啊？他奔弹射哦，但我说一个认真的好了，弹射很好克，弹射你选一个 BB 就克了，就克烂你哦，因为 BB 带盾的话，他会直接封锁，所以我搞不懂队友奔弹射干嘛。哎，还有只扣可是行，哎，扣好少，扣超少，那就还好，因为对面两个穿。那就还好，我求队友不要再乱编了。我们先选啊，那我不是微选了。我想编这个，永远的想编这个。不然你编那个啊，我要编谁？因为我不敢放这个啊。
这东西放的话很恐怖哎。最近我有看到一堆会玩的，哎呀，敌对也一起被。不是，真的好智障这设计，这谁死？有点想要有想秀的心了，反正坦克只要要么 BB 要么投资手就可以磕烂。秀不秀是个问题，要秀吗？爱德加啊，干爱德加被打烂吧。好啦，对我那么想让我叫爱选爱德加，那就爱德吧。我觉得爱比较好。就是我怕我冲过去，两个都是冲过去打弹射都死，我都觉得不太妙。而且我看情况选啊，我看情况选配件啊，只要敌对选近战，我就马上换配件啊。啊，这样的话我配件就有用了。好了，我就直接抓科尔特有没有？我就不抓，我就不插残射，我就抓其他的。饭你要拿大卷，你还要自己刷，我还不如直接自动冲。比这科尔特还可以。科尔特。哇塞，算了，这你打还是我冲，你打好了。打得死吗？哇，科特开的真他妈空旷！哎呦，很聪明，很聪明！哇，破的真他妈好！哇，啊！哇，被秒杀，好恶心！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没想到吧？哇，站不到，完蛋！确实，感觉，但是我觉得选范格雷特，我觉得最后面就不一定是科尔特，可能会出，等他出破就反了。他在补血哦，哦，因为我是爱德加，所以他就直接带补血了。那我直接抓他了。想打我，打死我，好像很困。他想打死我，好困难啊！不行，要撤。哇，
死了，没办法。这局完全就是用走的，这局我们在干嘛？我们用走的。加九二，你加九二那么好、哦，我加八三嘞。那我才升二哎。啊，真假？哦，那当我没说，那真的当我没说，我还以为你回去要升三。你是不是差一米就直接到深山了？欸，不要，我觉得他们不会选。我不想看到一个坦克赖罗。不用奔蚊子啦，要奔就奔格雷特。好，好吧，但我没说，他们奔的。火车对火车。差点忘记火车。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很有心的火车阵，我觉得一瞬间有料。你选一个写少的吧，我当坦克。写少的，写很少也都可以啊，就看你要选谁啊。反正能赢就好啦，反正我一定是当坦的。我坦那么多。血少，但是呢，一旦血多的很，就会很恶心的那种，这样就可以。但我觉得敌队有机会选普里莫，但我还是有其他角色可以选，所以好像没什么差。我还有破耳，我还有霸子，完全不再怕的。正好还有比比，哇，罗莎是不是？那死定了！我一定选这个、啊，我当然不选饭了。选什么饭？那选这个。我们三个都有极限位，稳稳的。哼，稳不稳还要看队友哎、欸。我想说，队友带全盾是怎样啊？我想说，人家。我想说，能量之心带那个盾，带减伤就算了，他还给我带盾呢，减伤带盾，你要减到最低是不是？罗莎的动作很像那个。哎，不是，会有版权嘞，有版权，不要播这首歌好不好？我有点怕，有版权。你嘞？不是啊，叫一队，一个人队。我操！被车撞。我再不会痛，看不到，我摸不到螺丝，打不死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拼命捡宝石。对，我拿到大局，不是啊，他两个人的炮火在往。对，太冲。确实啊，以他喜欢敢冲，好像也有道理。因为鸭最怕的就血少啊，啊，其他的都不用，不再怕的。二一零。我靠！我找你啦！赶紧念念。大图。诶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跑了，我快死了。他开几次飞剑了？两三次了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因为他刚刚好像。啊！我操！哇，队友很冲诶、欸！啊，不就幸好他一万多滴。啊，我就行。都有带缓速，都有带缓速啊！他换了，他不换我会吐血，跑掉了。我正想说，我再一下就关了。不用了，不用浪费关了，浪费我飞剑就好了。哇！但是我的下来、嗯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死了。他被我蜘蛛咬死。对，我先跑，我们假装跑。哎、欸，
不要不要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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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不要冲不要冲，他们一定追不上。赢了赢了，哎、欸，对我看得懂哎、欸，你知道怎样吗？我刚打队友，然后你往后打，然后他就秒懂，他就马上往后退了。他懂耶，哦，看得懂暗示的队友，难得，真的太难得了。It's my yo-yo. It's my yo-yo. 怎么了这里？哇，罗莎！欸，不是，罗莎攻击距离比我远，然后伤害也比我高，什么意思？可是你血厚。但是也只厚2000而已啊，我手还比他短。这样子我被他碾烂，血厚有什么屁用啊？哦，幸好压带减伤，他妈的，不然刚刚那个要被削死。哎、欸，真的幸好那血十万个带血原石的球，还有他不是带一血，也对，带掉一块都会很难打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我冲了！对面那十万个不懂怎么玩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他带两个派对也没用了，压有降疗，压打那个。对。压有降疗，所以没屁用。这么说也有道理。完蛋，对哦，哎呦，救回来了，救回来了，我救回来了，差一点。来送福利啦，我操，抛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发现我差点抛去送死。哎，马上扛上，不是，好像不用扛耶，8000多滴，扛个屁啊！他开机械威廉，他打得死我就服了。他讲我只要开机械威廉，他打死我了，我就距离传奇。那我直接跳出去。哇哦哇哦哦哇哦哦哇哦！你怎么跳了？我妈等你啊，没事的。哦耶，神算！今天传一啦，要不要？我又卡了。你卡了？哎、欸、，SKD？ 不对。No！ 他在偷玩是不是？玩家已下线。哎、欸，又没有哎、欸。啊？我在看。他变电脑了。哦，他偷完，然后结果他爸妈来了，然后你马上关掉，这样的吗？有这样子玩的吗？看到爸妈马上关了，这个超酷。我要奔谁啊？我要奔格里特嘛？谁先抢？我先，不对，我了也对。不是啊，格尔怕屁啊，我们硬猜不就好了？哦，看他们进多大？好爆！哎，队友别闹哎！喂，我宁可让他选艾德加尼。他跳十级那里啊，为什么不选呢？哦，好吧，这也可以。哦，十级那里就够了。我还在思考要不要来闹一下。我还在思考要不要闹。换墙里啊？不用啦，这个好像不需要你啊。我想要硬拆，我想要拆烂。那我觉得我不是应该更帮你抢格雷特吗？那还拆烂了。对面墙里啊，之后。因为觉得李阳我们拍得过啊，应该是我们会被他们防守到。假如李阳打防守，那就没救了。但是他假如打进攻，我们就差不多赢了。就只要看李阳打哪边吧。他打防守，然后我们基本上摸不到，除非我们真的硬拆啊。但是我们硬拆的话，我们还是赢的，因为他们会少一个输出。也应该是主力。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们都还是赢。
我两枪我就死掉了。哦，干好聪明，带分身不带隐形。哎呦，硬猜喽，开始硬猜喽。哎呦，猜很爽哦。守住了。呵呵呵，你知道我在做的？哎，我硬猜，哇！啊，李阳打进攻了。哎，不对，李阳好像不能放。给他猜的话，好像他猜有点快。哎，他直接没，他直接无限子弹，太小。我操！开播直接抵掉我们三波的进攻。我靠！不是耶，我感觉那怪怪的。不是啊，这样晃，这样晃。我靠！他引擎过来。我靠！好像蛮速度速。他放地雷是不是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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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啪啪啪，没了。哈哈哈。他们双路，但是他们双路压我一个，是的吗？他们，但是那个最该守的没守到这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就是我就这样玩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怎么不打了？去打去打，打这样。给他狙，他狙，他狙。啊，狙一个。还好，李阳，我靠，李阳快要这是打一波，只是接底我们，不对啊，只不过那是我一直摸啊，我只是普攻摸几下而已，没关系啊，我摸两下就抵他一波，啊不对，我要摸四下才能抵掉一波，那你打防守流。哎、欸，李阳打死我了。完蛋完蛋完蛋，队友在干嘛？队友在干嘛？队友在干嘛？队友，队友猜得过，队友猜得过，哎，队友猜得过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那队友是不是带那个啊？还是不是？还要狙，9%对9%，摸到一下他就死了。他们不敢让我摸。死亡的代价。哎呦，我觉得我今天传奇好像有望哎。你假如是，那我帮你奔这个还是奔这个？哦，他想要，对，我想要选那个，那我奔这个。会被抢走，好，被禁。被禁，可惜。反正，哦，我不是微选的，麻烦。哎呦，微选的话可以选饭呢。哦呦，好可惜。通常最后一只都一定会选科范角。哎呦，怎么都这样？哎，如果队友抢查理，你是不是又？我有就爽啦！我有一半以上爽。他选这个，来呀，这来了啦，我赌了啦！我不会选乌鸦，我不会选乌鸦。选鸭就打开派气，
他选压下去。乌鸦的眼睛是不是像那个聊天框？什么乌鸦眼睛像聊天框？那个白色的那个箭头是什么？很像，好像，欸，你这样讲超像哎，欸，哎，欸，李阳，啊，对，李阳，完蛋，我忘记了，我完全忘记有李阳这只角色。尴尬，有李阳。李阳，只要不要有机械问题，啊，对了，现在在盲区。完蛋，不是，我这要一对二了啦。一对一还好嘞，怎么变一对二？哇，他传了传给我，完蛋！哎呦，反弹！哎呦，我要刷的。这样不要隐形。他隐形，完蛋！队友被反弹反到。和全歪。哇，可惜，敢不敢抓一个？队友不敢抓。他现在还抓是怎样啊？他前面就要抓，就是反应特别慢。你知道我不敢冲吗？我看那斯派克后面那个仙人掌，我就第一时间我看到，我想马上收手。我怎么感觉李阳隐形？李阳有大局了吗？这才是重点。他们要逼我是不是？几倍？哎，不对，而且是持平状态。我们还是输的。我想，我想，四三，能狙吗？四二，哦，对哟，对哟，在雷什么？怎么雷的？我看不懂。反应力不行啊，这反应力感觉跟80岁的人差不多哎，80岁女超人，80岁女超人，看你那也太超人吧，哎不是啊，哎他连旋转自制球，他旋转自制球一颗都躲不了，看他死的有一点惨。一颗旋转自制球都躲不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好歹会躲掉一个哎、欸，我好歹会躲一个。对啊，我也好歹也会躲一个，他连一个都躲不了。可能让对面杀了一个回马枪。回马枪是不是？因为事发突然而来不及防备的反击。那我是不是被马后炮了？靠呗，干我要死了啦！你被卧槽马了。我被卧槽马了啦，等一下。哎，没事。哦，对哦。哦，治疗一下。我一定要送死。没办法，被标记一定会死。喂，对哦。你确诊。不是确诊啊，你之前讲过，你更正了，癌症。哦，癌症。讲错了。癌症！哇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就算不癌症，那个他妈痛到靠边。呼，哇，我不冲了，我回来，我不冲。唯独叫徐仙吃自球。徐仙吃自球。啊，局外。哇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啊。我要去哪里？喂！哎呀，完蛋！这种冲歪了，我冲歪了啊！
啊，我来了啊！但是我感觉我冲过去，我也还是会死啊。因为刚刚我看到我看到的事情是，李安好像没用普攻诶。哎，刘德贤。应该可以，不会等下打一打挂机吧？也会，他没有在战斗耶，他人不在。我觉得都打一打挂机。他打一打，直接把手机丢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那个画面？打一打，要靠北，爸妈来了，赶快丢掉，把手机丢掉。我先把这个变了，我不想看到这个。然后这张地图，等等，好像有机会哦，好像有机会哦，好像有机会，真的有机会。但是我微选，我求敌对不没有要选这个。太行。他们选下修为名字。我只求敌对，靶子都出了，真的有人会选？会选吗？会选的那个人是傻了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选敌对会选这个就傻了。不对，有抗流，我好像要再三十，除非我修起来。我最近都有修了，应该可以。除非敌对抢这只，但是我不可能抢这只，我不信。你看，就说吧。但我总觉得我好像没好打到哪里去，除非我拿到大绝，然后休息。啊，算了啦，赌了啦，对半开，来啦，对半开。谁会赢还不知道呢？我手扭到多久了？手扭到多久？完蛋了，我们少一个战力了。完蛋，你这样手多久？我他妈怎么打？我要么选一些进货。直接不带进化了，但发烧我赶快打。抱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自动秒，我刚刚有多按一次普攻。这还进得了吗？显然是进不了。八七，哎呦，自动秒，我发现普攻不能按。我操！对我选择断后路，他选择相信我，能确定你要相信我？关城在右侧，他在禁言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刚刚没有禁，他刚刚没有叫我闭嘴，嘴禁啊！哇，那个吹完美。哇！完美！哇靠！敌对真的会玩，好难得。看你有时候出不来。哇靠！真的会玩，真的都会玩，好难得。哇，完蛋！哇！守住。他不进。完蛋，进。他还真的带闭嘴。他带闭嘴啊！他中。我靠！哎你还回嘞！哇，哎呦，那个很刁钻哦，那颗球。我刚刚看你好像走不到哎，那颗球。我确实走不到。那颗球是真他妈刁钻。哇！哇！哇哟，那个伤害，他在毒蘑菇啊。我被压着打。哎，他不盯墙壁耶，他在干嘛？他可能不敢这样做。他不敢啊。
好吧。等我一下，等我这个打招呼。来。要哭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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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我们两个机械问题都交了。三个。三个，好吧，但我没说，完蛋。你只要打平就好了，打平就好了。这很冲，这也太冲了吧！等下会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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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会输，会输。哎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现在不会了，敌对都惨了。不要捡了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不要捡球，我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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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，你们冲，你们冲，你们压，你们压，停手。你这样的话会比较快打。麦西，麦西，发烧了，他现在。打一下一千，哇，15，不对哦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可惜了。哎呀，我失误了，应该那个角度应该是挑的。平局的，平局的平局，不对啊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麦西，麦西，麦西。我操！不对啊，还有5秒，4、3、2，来不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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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不是呢。鸭子打你！我靠，这是！我靠，三血，不死，人呢？很绝，断了他，真他妈绝！抢不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抢不到，抢不到球。
直接点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会有平局这种东西？我加三。你，我为什么会有平局啊？你加三，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是怎样吗？我扣三哎、欸。我想现场看一下神奇宝物。不要，等等有影片之后再开。等有影片再开哦，这样子吗？你现在看我拍多久，然后拍影片拍多久？你猜一下。啊，打平就好了啦，等一下还要打哎、欸。我已经。那打平就好，等一下还要打。打什么？嗯，我不知道，就继续打了。也对。嗯。怎么？继续打了吗？不然你要打，不然我也不知道打什么。等下最近有小辣椒。我想说，不要个灌输。因为不要个灌输，感觉比较实际一点。可是我们离传艺不远。也对，离传艺不远。反正在意，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穿衣会不会掉到神话，感觉不会，因为不会掉大分嘛。对，那我当然是飙上去了，我有目标。我来，我是不是应该选这个？还是我选谁？你赶快讲，你赶快讲一个，快快快！好吧，你想不到，完蛋。这个选拜伦是不是勇士？因为他选拜伦，一定要选一个能减少范冲过来的人数啊！我只好选他啦。嗯。真的要多亏队友。队友怎么那么有病啊？病得不轻，我是传一，传一，然后选败了，惨了吧？选了，他的冷气卡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修好了，现在还跟我说什么卡 bug， 啊、哦、对，他在卡到 bug， 他在卡 bug， 只不过卡一卡就卡死了，卡死了，卡一卡卡死。原本卡 bug 卡得很顺利，然后就卡一卡卡死了，卡死了，直接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死机耶、欸！那个查理是有多神？蜘蛛不放？有，他有放，他已经放两次了。刚讲完就放？没有，他放两次了。他应该是比较不舍得打。他在加一吗？还我感觉他应该只是三个黑剑。我有，他在加一，哇，这来不及，没办法，
他在嘉义啊。他在嘉义啊，他在嘉义。因为他已经开三遍了。哇，那么远的撞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开了没有用。不是，他们怎么一下又有机车？太多东西了吧，很扯欸。因为这是打不到啊。哎呦，我在借此刷大绝，刷不到大，什么时候能刷大绝？哇，水啦！这一局，哇，还有打，他冲的时候直接讲，直接喊，因为，我靠，哼，白痴，刚刚那是什么鬼？那不会进 ，What the？ 那不会进啊！你刚刚只有走一格哎、欸，故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塔拉天生客犯，有个恶心。阿公，进吧。哎呦，那间隙很小。啊，先不打了。不，先不打。等等再打，是不是？假如在打游戏，那不怎么说，这串台。哎，你要喂嘞！敌对有人想要跟我平反。哇，我这反应力也厉害了，好尬这反应，有啊，哇，我这反应也很高哎，我操，敌对，我靠，太小，扯了扯了，这反应力，他在一秒内刷到大卷，然后释放。屌的吗？这反应力，救他去，救他去！哇，来，哇，对，那这莫奇不会玩嘞。秀的很难，哎呀，卡墙最基础的失误专属线，哇哇，这守着，哇你嘞，已经往后了，
哦哟，哎呦，啊，那没事了。是吧？连我都能遇到收买的，看这怎么打？哎呀，二打四哦！但他一定要搞事 ，shit！ 靠哟，哇，完蛋了！这他妈一直拿球，他妈打个屁、啊！哇靠！遇到这个，看也太衰了。750，谢谢啦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有。